来跟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民众党全面的来合作，更希望明天的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龙头选举能够顺利的由在野党来出任，让我们的国会能够确实有监督我们国会制衡的能力。也再一次呼吁民进党的51席立委赶快起义来归，我们国会的改革能够让民进党以及国民党所有的113席都能够成为航空母舰的战斗群，能够成为人民真正的靠山，而不再是政党的橡皮图章。再一次对民众党、国民党充分表达善意希望明天国会的龙头选举能够顺利成功，由在野党来囊获，未来对国家监督的制衡的力量能够让民间的声音能够正式的来生长。